大家好，我大陆，猜猜我们到哪儿了？根河。经过昨日一天的奔波，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隐藏在大兴安岭深处、以极寒闻名全国、被誉为中国冷极的城市根河。既然是中国的冷极，大陆必须要用内蒙古最暖的方式开启它——涮羊肉。为了表示对冷极的尊重，我们决定户外涮，开整。这次的休整让我感受到了大兴安岭的温暖，也真切体会了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当所有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混得好不好的时候，只有家人会担心你累不累，也只有他们才会不计回报，无条件的爱你。愿你前半生有路可走，后半生有人惦念，有家可回。